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bbie 刘俊欣。咁咧，今次好开心啦，我系呢一次义教行动里面嘅礼仪导师嚟嘅。咁其实咧，今次参加呢个活动咧，我自己觉得好有意义。但系呢一班小朋友咧，其实佢哋本身都好有才啊，佢哋又识跳舞啦，又识乐器啦，又识好多好多嘅活动。咁我希望咧，今次帮佢哋去呢一个新爱心学堂呢个活动里面咧，希望佢哋行 K1 之余咧，可以增加佢哋自己嘅自信心。呢班小朋友咧，佢哋只用咗好短好短嘅時間，只系学咗一堂嘅 catwalk 堂，加埋一堂嘅化妆堂，就已经上台表演啦。咁大家咧，系咪应该要俾啲？系，多谢晒。我哋呢班小朋友咧，最细咧只系得5岁噶咋。我哋再俾多次最热烈嘅掌声俾我哋咁多位小朋友，鼓励佢哋一阵间上台做最好嘅表演俾大家，好唔好 ？Thank you。我是教他们化妆班的，陣間希望大家给多些掌声小朋友啦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叫欧阳思月，我今年8岁，我最喜欢跳舞，我觉得我自己最擅长溜冰，多谢。继续。同埋弹琴，多谢。10岁就读基丰小学，我的兴趣是运动，我最擅长的就是画画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叫司徒子欣，我7岁，我读福明街公立小学，我最喜欢跳舞和画画，但我最擅长是跑步，我连续2年校运会都拿了亚军。
大家好，我叫黄志贤，今年八岁，我最中意漫画，不过我觉得自己擅长跳舞，多谢。For the Gummy Bear album in stores on November 13th, with lots of music, videos. 好啦，我相信大家咧都应该好欣赏一班小朋友，系咪？我哋而家有请我哋中国唱歌再出嚟同大家见面多次。Thank you.